题准备好了，你来决定吧。嗯。艾利欧说过，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。艾利欧也说过，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你。愣着干嘛？舍不得？是啊，一直都是我们从别人那儿抢星河，送出去还是头一回呢。要考虑这么久，出门之前没想清楚？别催我呀，银狼，这可是个非常重大的决定。好了，我替你选，就那个，对，那个。银狼，你忘了吗？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我。就这样吧。他还记得多少？至少会记得你。不是说会记得我吗？